快点录。录完录。等一下，他们要又又要看我的表情了，你们又要看我的表情，对不对？实在是这些心机鬼。有夜视系统吗？拍不到我啊。你的拍得到吗？哎，你的拍得到，你再传给我。我在想说你要烫死我。如果你有勇气的话，那你是喝一杯给我看？不要，你很毒辣，你想得好快哦。这个真的是这样的，健康。老板要不要喝杯水？健康是要不要喝孩子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勇气。一个就是勇气就对了啦。不要不要不要啊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但我知道他有一点黄色的改脚，烧到火了，但是都是几点酒，然后脚都就是海绵出来才有这种东西，收到肚子，因为这是开胃菜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我上次吃喝柠檬水啊，他说这是开胃，他上次这一杯，然后我在他调给我，我说你怎么还没问我，你就说他说这是小饮料，然后这是开胃菜，我就说。然后他一杯，因为我要喝一人喝两杯。他们是香酒。彪哥，彪哥，他们有没有很恶劣？他们有没有很恶劣？要灌醉吗？他们说这杯香酒是你的吗？总有一天会到来也去的嘛，没关系。好啦，终于一天等到你。大麻酒。说这个。说这个。还是那个新的那个。小真的有了，他的有录到，他的有录到，我只是想说找那个有趣的，不要找那些前科为记。那你先关起来啊！哎呀，很可怕，现在每个都在看我的手机电脑。